你还好吧？喝杯果汁。你这个样子，真的让人蛮担心的。我走了以后，你怎么办呢？但是我又不得不离开，我不能再照顾你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你说什么？道别？你要离开？是的，我想，应该是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这次离开恐怕不会再回来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这样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是该快刀斩乱麻的时候了。你是说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？这不是你所期待的吗？这段时间，一直都是我在打扰你、纠缠你，不只是你厌烦。连我也厌倦了，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一只狗的角色。我走了之后，你自己好好的保重。你要去哪里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我想，最起码还有马强可以容身的地方吧。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你明明知道，我现在是最需要朋友的。我现在除了你，什么朋友都没有了。你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离开呢？我知道我这时候离开你，对你是很残忍的，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。等过一阵子，你恢复了，你会对我厌倦。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再被你赶走啊。雨林，我们的需求不同，你需要的是一个朋友。而我，需要的是一个妻子啊。我不是在跟你求婚，我只是想要表达我内心的感觉。而且，我已经跟你表白很多次了，但是都被你拒绝了，不是吗？我也没那个勇气再跟你开口，除非你愿意改变主意，除非你愿意嫁给我，做我的妻子，而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。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一次去面对婚姻。马强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你一直陪着我，帮我度过所有这些困难，我真的很感激你。我之所以拒绝你，不是因为你不好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女人，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，
玉人，你什么都不要再说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么傻的女人。你不用担心，你什么都不用顾忌，我只要你好好的，等着做我的妻子，做我的新娘。玉莲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，我会好好珍惜你的，你放心，你不要再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不是说要开个工作室吗？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正在跟秀兰商量细节呢。跟她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话不能这么说啊，秀兰也是家里面的一份子，她总有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。再说为了节省开销，我不打算到外面去租房子了，我就想把这个美容院改成我的工作室。那美容院还开不开呢？不开了。我现在每个月赚的钱足够家里面开销了，秀兰已经辛苦这么久了，也该好好休息一下。再说她的肝病现在这么严重，要不好好休息的话，我怕她……你怕她会累死对不对？你就不怕我会气死啊？整天待在家里头啊，吃闲饭事小，跟我大眼瞪小眼啊，我怕我会气疯了。哎，不会，飞了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疯掉的。你怎么老是这样啊，偷偷摸摸听我们讲话，真是没水准。阿布伟，啊，你不要生气啦，啊，我是来给你报个好消息的嘞。啊，你如果知道这个好消息以后，啊，你就不会骂我没有水准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出去找工作找到了嘞。啊，以后哦，我就不用在家里跟你这样大眼瞪小眼。啊，我每个月赚的钱哦，还可以分一半给你做零用钱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又跑出去找工作了？我就是不要你出去工作。我要你好好在家里面养病。哎呀，我今晚哦，工作就是养病啊。那你要我在家闲着，我会受不了的。是不是又到外头去给人家马杀鸡啊？啊，不是哦，啊，当然不是啊，不会。啊，你今晚看起哦，拢是有身份的。啊，我怎么可以又去给人家马杀鸡嘞？对不？我是去那个饭店做内讲。哼，那又比马杀鸡高尚到哪儿去哦？啊，当然啦，啊，最高尚的哦，就是在家里啊，你不做事啊，做贵妇啊，你最高尚啦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指桑骂槐，你在骂我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在骂我？妈，您先别生气嘛。秀兰到外面找工作当服务生，也是为了贴补家用啊。而且您看，难得她一番孝心，她还说要把她的薪水分一半给你当零用钱呢。我才不稀罕她的臭钱呢。哎，不喂，不不喂。去做内讲，阿布也不高兴哦。啊，可是吼，你叫阿弟出来安尼应应，我也会受不了哎。弟哦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你放心，我永远支持你啊，就像你支持我一样。哦，不过最重要的是身体第一，只要你的身心负荷得过来，你去当服务生我是不反对了。要记得，健康最重要，知道吗？在的，在的。什么？居然敢骂我！其实我真是，干嘛老是跟他怄气？说起来，秀兰也是够幸福的。起誓，前夫一回，
民国85年10月20日正式结婚，特此敬告朱清友、阿强、唐玉玲。小马结婚了，小马他居然结婚了，他一定很有钱。哼，小马，你骗完了我的钱，又去骗人家，还跟人家结婚。志雄。志雄啊，你在吗？把妈的药拿来，快点儿！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什么。我回房歇会儿就好。过来。把我的药拿来，倒杯水给我。好。然后，喂，你要听不？秀兰，你不是赶着要上班去吗？你先去吧。我要去哪？没关系，妈交给我。妈没事。快去！我要去哪哈？你去，没关系。慢小熊的父亲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绝对不能让玉莲跟小熊落入像马强这样的人家手。要来了，以往每个月头你台北的老板不是都把钱汇到你的户头里吗？这个月都5号了，你怎么还没去领钱呢？这是存折，去把钱领出来吧。你要把美容院改成工作室也都需要花钱。志雄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我去邮局领钱啊。